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KBOX 音乐剧五月号的封面人物，我是奶茶刘若英。这一次拍摄音乐剧在室内有草皮，因为他们想要营造一种很舒服的感觉，然后他们借来了我很喜欢的那种风衣，好像随时就可以去旅行的感觉，然后还有那种红色的沙发，希望我能够有一种颓废感。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现在工作人员真的都是女生哈、哦，那天还来了好多女生哦，然后都好辛苦哦，现在做女人真的不容易，大家一定要支持 KKBOX， 都是女人的心血。所以别问还差什么，我们没结果，都见了过，却又收获。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，错